不，今天是警车，我操，比昨天那个车牛逼多了，昨天那车实在太垃圾了。明天我们就有兰博基尼了，明天有兰博基尼，兰博基尼是真的帅，真的牛逼。走喽，车铲飞机头，加速，哇，现金箱。哦，燃料耗尽，184K。好了，我回来了啊、哦！开始，我们要在110天之内通关的话，这个有点难度啊。这个你们看那个上面的指标就知道我跑到哪了，跑得有点远，要这波。哇，这个警车是真垃圾，这么垃圾的车真的是很有压力啊！哇，速度太慢，我过上不去。我浪费这么多燃料，燃料耗尽，我的天，获得了147K。 我买个变速箱嘛，买个变速箱，速度不够快，走吧。Go, let's go, 冲锋。等一下，现金箱，哇哦，337K，这个还升一下变速箱嘛，感觉变速箱不够，然后再买，还有轮胎也不行，这个警车太垃圾了。不过下一关我们可以玩兰博基尼。感觉从上面走好一点，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。我感觉我要加个电锯了，要加电锯。304K 可以买一个电锯。推进器这是，装甲要415K。买个轮胎吧，轮胎好一点。买了轮胎明显快了很多。现在89天了，89天第一个检查点都没过哦。这 Steam 的，这僵尸战车手机也可以玩，非常好玩。我每天会玩一关，一共有10几关嘛，每玩一关就换一辆车，可以换车。帅。现金箱漂亮，刚刚摸到，来一个装甲，前面这个两轮电锯，有了电锯之后我们可以跑得更远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撞开这个障碍物嘛。哇，电锯又猛多了。砰，这4399这是盗版的，我买的正版的。
加速加速加速，燃料耗尽，买一个推进器，买一个引擎吧，引擎买一个。第92天了，我们还有18天的时间吧，18天时间，我们现在三分之一都没跑到，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速度快了，速度一定要快。我没把尽量都走上面的，我操，又撞掉了。加速加速加速，哦，掉了掉了，车库404K 买点油，好了，开始。大哥买油啊，没油跑吗？我知道，先把就升油吧，什么都不升了，我们油多才能没法赚钱多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110天之内跑过去，不然可能这个新升级别的赚钱赚的比较慢，只有跑得越远然后赚钱赚的越多，这波说不定能过关。哇，电锯又掉了，电锯好垃圾啊，我操，我的车不行，我车要坏了，我上面有现金箱。看到这个车，我想到了一个电影，李连杰演的《新少林五祖》，里面有一个 boss 开的这样的车，508，买燃料，全部买燃料，全部买燃料。推进器应该很牛逼，推进器我们可以买一个，等会儿火箭推进，让我们可以飞很远。上来了，上面的管道有现金，现金箱，帅，捡到，这波燃料还是比较多的。OK， 第一个检查点过关。中奖的人，你 QQ 不要设置为拒加啊，包括那个船票中奖的话，你就在虎牙 APP 里面留支付宝信息。然后中实物奖品的呢，就留这个地址啊、电话啊什么的，晚上我去看，晚上我给你们发。推进器，燃料。试一下推进去，我感觉很猛哦，生龙活虎。直播间中奖现金红包的，据说千万不要设置为去加啊，设置为去加，然后大黄这个加不到你，去加就细奖喽。火箭冲锋，龙卷风，哇！哇，现金箱子！哎，我操！哇，推进器耗尽，哇，1000多K。